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叔叔们啊，点点屏幕，把点赞点到10000来，然后我们现场看曲布啊，把这个鸡头吃给我们看一下。嗯，他说他这个能吃，然后我们看他，让他吃给我们看一下啊。本来就可以吃，可以吃是不是？你今天为什么就非要拿这个鸡头给阿露吃？来，你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想法吗？你们说曲布现在赖在啊阿露家不可走，该怎么办？咱们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真的是，就是咱们600个哥哥，咱们现在有700多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来，我们巴洛点点屏幕，把巴洛点赞。刚才啊，咱们直播哦、因为点赞太少了，所以就那个没法播下去了。对，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帮我点点赞，然后那个粉丝灯牌也给我加入一下好不好？然后那个也谢谢你们。咱们啊，来锅皮上打出三个字正能量，我们一起来看看曲布是怎么吃这块鸡头的。来，来你吃给我们看一下，你们要不要看？来，咱们直播哥哥姐姐们看不看？我的是我拿过来，我给我的阿洛吃的。什么？你要拿东西给阿洛吃，你也拿个好一点的来啊，拿嘛。你看你这个，一边黑了，一边白的啊，这边。那我这个鸡头，这上面这个本来就很好吃的呀。你很好吃是不是？我挑的最好吃的。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吃？来，直播间1300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这个鸡头好不好吃？曲布说这个鸡头很好吃，所以拿来给阿洛吃的。然后来，我们所有15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呀，你们看这个鸡头好不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吗？觉得好吃的啊，打个好吃；觉得不好吃的，打个不好吃。你什么意思吗你啊？来，你，曲布说这个鸡头很好吃啊啊，所以他啊特意拿来给阿洛吃的。我不会吃的。来，你那么好吃的一个，你吃给我们看一下啊。让他自己吃，对不对？叫他自己吃，对不对？直播间哥哥姐姐们，来，你自己吃。赶紧把你鸡肉拿走。阿洛，对，你看都已经有一点凉了，但是还不是很凉，还不是很凉。你现在你自己吃。来，我们1700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咱们一起看着曲布吃这个鸡头。来，我们先点点赞，我们先点点赞，不然的话，不点赞的话，一会儿直播、就又关播了。刚才就是因为咱们直播间哥哥姐姐们不点赞，所以直播下播了啊。来，我们直播间现在1700个哥哥姐姐叔叔们阿姨们啊，帮阿洛把点赞点到20万好不好？这个抖音号是阿洛的啊，现在是我帮阿洛拿着。来，咱们帮阿洛把点赞点到120万。阿洛，你不要太客气嘛，你就吃嘛，咱们就是要礼尚往来的。谁跟你客气呢？你这个鸡头。谁跟你客气啊？曲布说阿洛是因为太客气所以不吃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物？来，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你们说这个曲布说这个鸡头很好吃，所以他特意拿来给阿洛吃的。来，你们觉得这个鸡头好不好吃？咱们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你们觉得这个鸡头好不好吃？你觉得这个鸡头很好吃是不是？好吃啊，不好吃的我干嘛拿过来给阿洛？来，那你把它吃了，你吃一口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看有多好吃，我们看着你吃。来，我们直播间18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咱们一起看着曲布吃这块鸡头。来，我刚刚吃饱了，吃不下了。连你都不想吃的东西，你还想拿给别人吃啊？哪有你这种人啊！真的是，我是因为刚刚吃饱。你的心比你的心和这个鸡头要黑，你的心和这个鸡头是一模一样黑，肯定拿出来的时候。阿洛，但是我对别人和对你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哪有不一样？啊？哪有不一样？不一样就这样对我。像我家牛偷我手机，不一样就是这样对我的吗？阿洛，你是不是觉得以为我这个鸡杀头什么的？徐梦，我不跟你说别的，你先把我那1000块钱还给我。对，是，你把钱拿来。什么1000块钱啊？你把王菲哥的钱还他呀、你有没有拿我的钱？我当时我也在场，我亲眼看到你说了王菲哥阿洛也在场，然后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当时曲布啊拿我1000块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在？你们看到了的，后边上打个看到来。
什么一千块钱，我不知道。你不要在这里装糊涂啊，很多人看到的。咱们直播间现在2000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当时你们看到曲布拿了我1000块钱的，公屏上打2个字看到。当时还拿了现金给你的，我都看到了，对不对？我亲眼所见。有多少人看到曲布拿了我1000块钱？然后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你现在再说一遍，给直播间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提一下。当时你是怎么说的？什么一千块钱？我根本就我就不知道，我就。天哪，你看，如果我不在的话，只有王飞哥你们两个的话，有可能你会这样赖。但是当时我在场，你还想赖，真的是，哪有你这种人啊？你还想把这1000块钱赖掉？我当时在我房间是亲眼看见王飞哥把1000块钱给你的，你忘了？你不可能失忆了吧？阿洛，你不要这样子嘛，他不要这样子，终究是一个，他终究是一个外人了嘛，对不对？什么外人？咱们俩。哦，我终究是一个外人，你终究是自己人，是不是？那肯定的，我们两个是那个亲戚，怎么着当不了的嘛？虽然那个嘴巴说的怎么的也。你是亲戚，你这样对我，也都是当不了的。你说王飞哥是一个外人，那王飞哥对我是怎么样的？你也知道，他是一位心怀不轨才会对。来，我心怀不轨是不是？你们说谁心怀不轨？来，咱们直播间2500个哥哥姐姐刷一麦，来，你们看，这个曲布说我心怀不轨啊。那你们觉得是曲布心怀不轨，还是我王飞心怀不轨？哎呀，走，别走不去。快点快点，你快点走了，快点，再你怎么敢不走啊？你走不走啊？你不走我拿这个，你信不信我拿这个打你？来，咱们公屏上打正能量，咱们直播间25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公屏上打正能量，然后八路点点红心，不然一会儿直播又被关了，好不好？咱们所有25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公屏上打出3个字来，正能量，然后八路点点红心，不停的点屏幕，行不行？快点走，你不要在我家。拿你的鸡肉给我走，快点快点，拿你这些东西。王飞，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我有很多你的底细的，你的那所有底细我已经知道了。我的什么底细啊？然后来，你没事，你说，咱们直播间现在2600个人看着呢啊。他说他知道我很多底细啊，来你说嘛，没事，咱们光明正大，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随便你说来。我跟你说，你这会儿你就走，不然的话，小心我把你那些，我小心我把你那些见不得光的给阿路看，你知不知道？来，我们直播间现在2645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在看着你，曲布说如果我现在马上不走的话，他就把我见不得光的那些事情拿来给阿路看，我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你拿来，你今天必须要拿来，你不要含血配合啊！你别以为我没有啊！你别以为，那你说嘛，没事，我们看着来，咱们直播间所有人一起看着啊，看曲布今天拿什么来啊？拿什么我的丑事来给阿洛看，来，哦，你不要把鸡肉，现在要给我们看是不是？来，走啊！来，我们所有人看着啊，2773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曲布说他现在拿我的他说我有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他要拿出证据来给阿洛看，来，我们就看他拿什么给我们看来啊。我跟你说，我就给阿洛看了，来，你看来，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来，咱们28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一起帮阿洛点点红心，然后我们一起来见证曲布他今天要拿什么来给阿洛看。我跟你说，你现在可以走了，我也不想做的那么过分，没事，你做的过分一点，来，咱们一起看啊，来，没事，你做的过分，拿来啊，你拿出来嘛，没事，来，阿洛，我们一起看着他拿什么来，你拿呀，拿嘛，你拿出来，你干嘛不拿？你又编什么谎言来这里？拿出来嘛，举报，拿出来，来。这不哪有你怎么？因为阿洛不是，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啊？真的，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把那些丑事只是跟我说，然后还没有拍照什么的，
拍照过来给我看。你哪个朋友？你哪个朋友？你哪个朋友？就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说在在大城市里面当一个开大公司当那个老板的。来，你怎么会认识那些子大老板呢？来，那我们所有人现在一起看着曲布给他那个朋友打电话咱们直播间3000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帮王菲作证好不好？不然王菲现在是有口说不清曲布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大城市开公司，然后他那个朋友认识我，然后知道我一些什么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曲布你是这样子说的是不是？来，那我们现在3000多个人，包括阿洛，包括我，我们一起看这个曲布现在打电话，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打电话给他那个你那个什么大老板的那个朋友，来开始吧，开始。来，你打呀，你怎么不打？打。来，我们所有人看着曲布现在诬陷我，他说他有一个大老板的朋友知道我一些什么丑事他现在要拿给阿洛告，现在要打电话给那个朋友验证给阿洛踢来，我们所有人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看着曲布，咱们公屏上打出3个字正能量把阿洛打出正能量，因为这个账号是阿洛的，然后没有把阿洛点红心的咱们给阿洛点红心，咱们现在直播间3000多个人点赞才12万多，人太多点赞太少，好不好？支持阿洛的你们就给阿洛点赞快点。你打呀。然后我们看着曲布给他那个朋友打电话。你赶紧打，你不打的话你就赶紧回家。阿洛，你不要在这里。阿洛，来，咱们这样子怎么说你才信我吗？来，阿洛，其实真的只是你不知道那个，他这个王菲，他以前在外面那个大城市里面，在那个大城市里面的时候，都是耍，同时他有一次就是同时耍了好几个女朋友的。你看到了吗？耍了好几个。曲布说我以前在那个大城市里面是一天耍，就是身边有好多女朋友，他是这样子诽谤我。来，直播间哥哥姐姐们，你们相信曲布吗？相信曲布说的话吗？而且他做的最过分的是不是同时有很多女朋友，而是他耍了女朋友嘛，耍了女朋友，那个女人都是生了小孩，什么生了小孩，她就直接提着裤子不认账了，直接那个人家小孩子就是那个女孩子一个人带，那个可怜的很。大概是。阿洛，你相不相信曲布说的话？你相不相信他说的话？不相信啊。阿洛不相信，我们直播间3200个人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就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说的话对不对？我说的是实话，我怎么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们曲布他说的话只有他自己相信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来，然后咱们32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看着，今天曲布来找阿洛，他是来送他这个鸡肉鸡头给阿洛吃的我来找阿洛，我也有东西送给他送给阿洛，然后你们看看是曲布的好还是我的好。来，阿洛，这个鸡肉鸡头是曲布送给你吃的你看一下，这个是我送给你的。来，这个是我送给你的。这个是什么？来，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直播间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咱们直播间32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个是曲布送给阿洛吃的，这个是我送给阿洛吃的。你们说王菲这个好还是曲布这个好？肯定是我这个肯定是肉好啊。你这个好是不是？肯定是肉吃起来香嘛。你那个你都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来，我告诉你这个叫贝母。然后
阿洛，你知道这个有什么效果吗？有什么功效吗？不知道。来，我让直播间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他们知道的人打字在果皮上告诉你。来，咱们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你们啊知道我今天拿来送给阿洛的这个是什么吗？啊，它是有什么作用吗？你们知道的打在果皮上给阿洛看好不好？谢谢。这个是我今天去这附近隔壁的一个村谈一些合作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那些村民在卖这个啊，有一些村民在卖这个啊，然后是他们自己挖过来的，然后是我这个是野生的嘛，野生的他们自己挖过来的，所以我就买下来了啊，买下来了，他们卖的有点多，然后我就也没有买那么多，我就只买了这么半斤，然后准备拿来送给阿洛，因为阿洛他爷爷年纪大了，老毛病比较多啊，我觉得这个给阿洛爷爷吃的话应该会很好，所以我特意给拿来送给阿洛的。来，咱们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知道这个四川的贝母有什么功效吃这个这个泡水喝这个有什么功效吗？有没有人知道？来，知道的打在果皮上。哇，好好看。你看阿洛，哎，龙女开心就好。这个姐姐有什么事吗？哎，你好。哎，你好。王妃。哎，你这个贝母能不能给我搞一点呀？啊，你这个贝母能不能上一下小黄车呢？怎么了？你想要吗？对，我想我之前买过一点，然后呢我买给我妈妈吃，我妈妈说这个特别好，对身体。哦，这个我这个不是，我不是卖这个的，我是今天去阿路家隔壁村一个村谈和一些合作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卖这个，是他们自己亲手挖过来的，有一些村民在卖这个，然后我就买过来。我知道阿路爷爷他那个经常这里痛，还有这个这里咳不出来，还有那个消化不怎么好，然后我就买过来给阿洛阿洛爷爷准备送给阿洛吃，阿洛爷爷吃的。王妃，你能不能帮个忙，就上一点点，然后你明天再去收一点嘛？因为我妈妈最近，我上次在那个超市里面买了一些，然后就是550克的话就要450多嘞。450多，这个有点、这个有点贵，这个今天好像是我替他们我今天买的时候是100克的话要320块钱，320块钱买过来的，这个是我刚好买的100克，这个是100克，320块钱买过来的。能不能就是给我们搞一点嘞？因为确实我妈妈之前就是喉咙啊，还有就是经常这样，然后呢我现在给她弄了一点，然后她身体就好多了，但是很久没吃了，然后又有点复发了，所以我想买一点，真的真心想买的。因为我也是阿洛的铁粉，所以我经常看你们直播，我都是很支持阿洛的。谢谢姐姐。行，那这样子咱们直播间来像这个龙妹姐姐一样啊，经常支持阿洛经常看阿洛直播的有多少个？来，经常支持阿洛，经常看阿洛直播，像这个龙女一样啊，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又想要这个贝母的果皮上打个一，我看有多少个。来，我跟你们说一下吃这个这个男的女的都可以吃可以现场这么吃也行，也可以泡水喝也行，然后那个男的话，那些特别是那些抽烟喝酒的张请咱们比如这个这样子，然后这里咳不出来，还有这个机场抽烟喝酒这个地方黑了的这个地方不好的，这个地方不好的，你们就吃这个就特别好了这个我功效那些我就不能说出来，但是直播间你们知道的就打在果皮上。
然后阿洛，我是你的铁粉，谢谢谢谢龙姐姐，谢谢你的。我之前你卖的蜂蜜我也收到了，你这个蜂蜜应该是土蜂蜜，因为我你买了吗？前面买的那些都不好，我买了，我都下了五单了。行行，那龙女这样子，直播间啊，像你一样，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当中，像你一样，经常看阿洛直播，经常支持阿洛的也特别多，而且他们也都想要，这个比较正宗的这些，这边咱们四川这边野生的这种贝母，然后我就这样子，我就100克，我今天在那里买的话，100克是320块钱，我就当做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支持阿洛啊，以后大家多多支持阿洛。今天我在直播间100克就199块钱给大家啊，也给你一单，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王菲，谢谢，以后我会常来支持你们的。谢谢龙姐，谢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个东西因为我买到你的蜂蜜也是，我就给大家上。